怎么回事？许下的尸体呢？谁看见尸体了？既然你说你没带错路，那就你去最危险的地方好了。前面不远就是去径山的大峡谷通道。你们快来看！你们知不知道那些超凡者的事？你身上的疑点太多了，必须说清楚。什么声音？有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，我其实是龙的传人。